据国际著名的期刊《自然》杂志7月20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，到本世纪末，北极熊可能会濒临灭绝。研究指出，北极熊依靠北冰洋上的海冰觅食，然而全球变暖导致海冰不断的融化，北极熊捕猎时间持续的缩短，觅食困难，最终将不足以支撑它们度过进食期。如果没有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出现呢，北极熊能够在世界上留存的几率呢，将会十分的渺茫。希望引起人类的足够重视。